不只是英明的班长，更是我们18个孩子的母亲。忍受我们闹出的风风雨雨，时时刻刻关注和引导我们的一切。没有他，就没有我们这个幸运的15班。他是童佳慧老师，是我们所有人的恩师。谢谢老师。总监董彦丁上来为我们颁奖。你们彼此都是很幸运的一群，因为我上一届影展是7年前，然后中间的7年来都没有让我有任何的冲动想要再办影展，然后是因为今年我真的觉得这一届的高三学生非常的优秀，我知道面临学测，而且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，大家压力都很大，但是大家还是很愿意在课堂上去做参与，所以最主要是因为我看到大家那么认真，所以想说，哎，那刚好音乐班有一个展演制作的课。所以目前就交给各位活动班的同学。那幕后，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要给董彦斌的特别的掌声啊！也就是说，你回家可以认真读书，但在学校的时候，至少大家留下一个很好很好的回忆。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还有机会办这个影展，下一次真的不知道要在几年以后了。所以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机会了。